游泳一点都不难，但这位小男孩却用了2年时间才做到。他是星星的孩子黄雨虹，害怕天气炎热，特别热爱游泳。他克服恐惧，还有沟通障碍，终于超越自我，学会站水，还有蛙式。人有无限的可能，妈妈的坚持丰富了孩子的生命。要懂得欣赏他，他们有优点，只是我们一直看他的缺点，一直看他的不好，没有看到他好的地方，是真的。好像我没想到他会游泳，我没想到他可以学到这样子游泳，因为我很坚持，他也很坚持。所以我做特殊孩，做特殊家妈妈哈，要很坚持，要很勇敢，这是以前我做不到的。打开心门，爱就没有负担。